杨思敏，这位被誉为亚洲第一美胸的女神，有着光彩照人的一面，也有过坎坷与挫折。从身世清苦到成为电梯女郎、专柜小姐，再到拍摄写真集风靡亚洲，她用自己的努力和美貌一步步走向了成功。而《新金瓶梅》中潘金莲的一角，则让她名声鹊起，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。杨思敏的美在观众心中有着清丽、放浪和妩媚三重特质，可以说是情花千万种。她的姣好容颜和完美身材更是吸引了无数的粉丝。在戏里，她和单立文、江国斌的对手戏简直就是无与伦比，让人仿佛身临其境。导演王晶也曾对她赞不绝口，称她就是现实版的潘金莲。然而，女神的生命却并没有一帆风顺，她不幸患上了乳腺癌，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威胁和社会的嘲讽。即便她试图转型，但观众却无法接受她的盛世如此短暂。如今的她已经过上了简单平凡的生活，但我们仍然希望她能一直幸福下去。所以，无论我们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，该感恩得到的就要好好珍惜，该努力的就要拼尽全力争取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看到人生的不同花样，才能迎来更美好的明天。